113匹马力。那我现在请问一下啊，这么厉害的车款在哪里？刚刚有阿姨来，这位阿姨来来来，这位先送给您啊。这么厉害的车款就是我们福特的 Ranger， 马力高达213匹。那后面的朋友都可以来我们加入我们啊。那另外我们的变速箱10段变速，几段？10段变速啊！10段变速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第一，它的扭力，扭力51公斤。第二，它的载重力985公斤。第三，还有它的拖拉的这个能力，拖拉力达3500公斤。我记好这些数字了啊！好，现在要送礼物了。冬天快到了，我们现在要送各位非常精美漂亮的福特保温杯，想不想要？
你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好，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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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他行李箱会跟着人呢，而且你随时要他停，他就停；随时要他走，他就走。这么棒的一款行李箱，要价25000元，有没有人想要？都想想要，对不对？对。好，我跟你们大家报告一下啊，这款行李箱呢，是我们今天的购车礼，任一款福特车款，只要买就送我们这一款高科技的行李箱啊！我们请编辑再走一走给大家看。
骰的这个骰子一定要比天使骰的大，我们比大哦，比天使大就留下来哦，来天使加油。
车款，拍照帮我们扫 QR code 就可以得到精美的礼品了。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福特任意车款拍照上传打卡或是扫 QR